晚安，今天繁忙一天，我现在声音都还没起床，有点累，然后带了超多东西，准备两个月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真的终于要开始了。雷雷飞，名义上是一个由小 M 跟泡面举办的手游极速领域比赛，实际上是因为太雷才叫做雷雷飞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用讲太多话，今天就交给别人了，我就负责在旁边看。你就躺下吧，我就是那个别人。你今天要讲很多话、欸、对，等一下就到了，今天超多人，很早就到了，我真的是很紧张。 I'm not nervous, I'm not nervous. 这么早到来这边陪我场部就对了。找到的人都是免费做劳工的、没有提供便当，不好意思。你要走，打开箱子给你了。他忘记很大声，你别讲小小声，你会听到吗？我自己做的摇车版，错了。怎样？我跟你讲，我小东西就做的不好啦。暴怒的小 M， 我跟你讲，你有见过很瘦的泡面吗？并没有。对，来这里。这个泡面好吃。等一下可以再开放现场报名。小M真的超棒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现在报道员太失控了。哎，谢谢。现在包我的这张图分交给我们的魔王吧。你讲话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吗？热嘞！我三公点了，我在这，只有在公司几个万科大道的兄弟，哎呀！哦吼！这是泡面的，对，那要泡面。
下应该会再玩一场趣味道具，你会感觉大家都很喜欢玩道具。今天是为了第三集的累累杯，所以今天才输给大家吗？嗯。所以大家开心就好嘛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可能今天是输了这次累累杯，说没有下一次了，就是因为……不对的，不对的，不对耶。